过来。过来之后，这个放在这里面了，这个搬起来，这个搬起来，这个搬起来，把这个夹住这里吧，你看吧，搬住，这个小孩会下来，下来你按一下，它在这个会自己走。好，再把这个，好，在这几个扯这一下来，对，要这个不要放水，好，这个小孩这里过来，这样过来。嗯，这个从这里下去，好，放在这里，来了之后，按这个，按这个切刀，你过来吗？按这个切刀复位键，它这里它都它会出来，对吧？切刀复位键也在拍下那边，实际上这个拍下那边就会出来。切刀，切了一下刀之后，再按这个开始键。它这个就会过去，看看它就会夹掉。好，这个是半只豆，这个是现在是半只豆，一下连贯起来，半只把这个搬到那个全只豆这里，全只豆这里再这个连贯起来，它就自己会抽火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整个袋子的那个长度，调这里就可以了。这个是计数器，这个是计数器，这个是调袋子的长度。这些键它切割就可以跟看得出来，你有发现？好，关掉啊！